你卖拄到因客气到要靠腰去，拄到我很记的，我不吃你这一套啦。你在说什么、啊？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你也很爱演呐、啊。我在演什么？我也是第一次发言啊。为什么你指定我了？你为什么又绕过去嘛？因为他党团其他党的提出发言，我必须要尊重他们。等他们发言完，还是会回到你身上。你马上讲，你马上讲，党团、欸、啊，庄委员拍谁？今晚换党团来。你稍微这样讲，我会舒服一点呢、啊。拍谁？现在换党团。院长，什么叫换党团了？是你点名要，等一下，接下来是我讲哎、欸，你不要叫我，你不要点名，我没意见啊。请你等一下，有错误吗？黄国昌讲两句啊。回到你身上，什么哦，什麼我这个叫吼，你这个才叫吼啦。那你现在你这个才叫吼啦，我也可以挑战你啊。你是立委，我是立委啊。你只是你在选出来，你叫做院长而已啊。那你继续喊吧。什么叫做我正确啊？你这是你什么态度啊？哦，我是院长，我朝野协商，那你继续喊呢、啊？你也可以继续喊呢、啊。我挑战你刚好而已啦。喊再大声一点、啊。你也还可以大声一点呢、啊。喊大声，你也可以大声一点呢、啊。你为什么制止我讲话？谁制止你讲话了？你刚刚才是轮到我，为什么你给我跳过去？拍什么桌子你？嘿，我已经说过，等一下会回到你们这里。什么叫做你已经说了？是你指挥的，你但你不要才是轮到我讲。你不要才是我讲，我都不会。我刚讲过两次了嘛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血压会高了，因为你太不讲道理了。什么叫我不讲道理？等一下会回到民进党党团身上，你就可以发言了。院长，你还是有入定的游戏规则了。你如果不要只刚刚才是说轮到我，我不会有意见。不要戴帽子，我耍什么权威了？从头到尾。那你为什么该你点名说施雅完轮到我的时候，你刻意跳过去给别人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黄国昌总召讲的非常清楚，每一个党团平均发言。我们刚刚讲，黄国昌讲话是圣旨啊！你们民党是你要的，国民党黄国昌已经讲两次了，那更糟糕了，院长，那更糟糕了。你都讲我说你给他跳过，你无你嘛给他按来一个，敢不是安尼讲？我也没说过。哎，卖讲你运动因为赢了，要给你尊重的，给你尊重嘛，一定会尊重你嘛。可是你干嘛给我耍这个呢？我在耍什么？你不是才是过，你才是说接下来轮到我，我已经等偌久了呢？庄院兄啊！天地良心，什么叫天地良啊？我这个会议我尽可能公平，你还在鸡蛋里挑钢筋，不是挑骨头啊？什么叫我挑钢筋？你如果不才是是我的话，哈、啊。因为党团要国民党团跟民主党要二次。不是，你搞我争笑的嘛？你的话也都乱讲啊！刚刚是黄国昌在讲话，他们两个在吵架，我要试图制止他们两个，让他继续讲下去。什么你鬼也敢讲？什么我就关掉？你说下一个轮到我讲。啊！即马一个野手了，你就讲什么什么个跳来跳去啊？你当我是什么？庄雄干事长，你听我说明好吗？不是嘛？你刚是不是讲说吴市长讲完换我？本来是该轮到我讲的嘞。他们讲的几轮的嘞？要有原则了，不要乱掉。我玩这个所谓原则，黄国昌说，黄国昌讲话就没有原则了。黄国昌讲话就没有原则。什么叫看到我的立场？我在主持会，我当然要公平 啊。那你不是说轮到我吗？我说的，但是他其他党团要发言，我当然让他发言。他第二次发言，啊，不，你的麦公当然轮到我，不，你麦指定我吗？你可以等一下啊。不，我讲你麦拄到因客气到要靠腰去，拄到我很记的，我不吃你这一套了。你在说什么、啊？什么？我在说什么？你也很爱演呐、啊。我在演什么？我也是第一次发言啊。不是嘛？你指定我了，你为什么又绕过去嘛？因为他党团其他党的提出发言，我必须要尊重他们。等他们发言完，还是会回到你身上。你马上讲，他是正正要党团。啊，庄委员拍谁？今晚换党团来。你稍微这样讲，我会舒服一点呢、啊。拍谁？现在换党团。院长，什么叫换党团了、啊？不是嘛？院长，那没有让庄委员先讲。不行，因为你党团现在要发言，除非洪孟凯。他不是党团吗？啊，我不是党团，不是轮流，他不是党团吗？啊，我不是党团。您讲几个啊？你讲，他们讲了几次了？我都还没讲呢。我要讲重点，院长，我跟你讲，我要讲重点中的超级重点。好，现在他们讲几次？现在我们一起来算。第一个，傅昆萁总都讲话了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让我讲过话？我没有啊。你们三个人不要急嘛。林世民也没讲话。是你点名要等一下，接下来是我讲哎、欸，你不要叫我，你不要点名，我没意见啊。请你等一下，有错误吗？黄国昌讲两句啊。回到你身上，什么？我这个叫吼，你这个才叫吼啦。那你现在你这个才叫吼啦，我也可以挑战你啊。你是立委，我是立委啊。你只是你在选出来，你叫做院长而已啊。那你继续喊吧。什么叫做我正确啊？你这是你什么态度啊？哦，我是院长，我朝野协商，那你继续喊呢？你也可以继续喊呢、啊。我挑战你刚好而已啦！喊再大声一点，你也还可以大声一点呢。你也可以大声一点呢。你为什么制止我讲话？谁制止你讲话了？你刚刚才是轮到我，为什么你给我跳过去？拍什么桌子你？
我已经说过，等一下会回到你们这里。什么叫做你已经说了是你指挥的？你但你不要猜是我讲。我来，你不要讲。你不要猜是我讲，我都我上讲过两次了嘛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血压会高了，因为你太不讲道理了。什么叫我不讲道理？等一下会回到民进党党团身上，你就可以发言了、啊，院长。你还是有入定的游戏规则了。你如果不要只刚刚才是说轮到我，我不会有意见。不要戴帽子，我耍什么权威了？从头到尾。那你为什么该你点名说施雅完轮到我的时候，你刻意跳过去给别人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黄国昌总召讲的非常清楚，每一个党团平均发言。我们刚刚讲，黄国昌讲话是圣旨啊。你们民党是你要的，国民党黄国昌已经讲两次了，那更糟糕了，院长，那更糟糕了。柯总召，柯总召拍谁？柯总召跟你无关，是院长。你现在对着我，你认为你是院长，我必须要跟你讲。刚刚黄国昌在讲的时候，是你们讲说，嘿，你尊重他，但你就变成不尊重我嘞。是，我就你还没有搞清楚嘛？你不要才是我，你跳别人，我没意见嘛。这你本来就是你院长在朝野协商在主持嘛。你的公话说你给他跳过，你无你嘛给他按来一个，敢不是安尼讲？我也没说过。哎，卖讲你稳当，因为你赢啦，要给你尊重的，给你尊重嘛，一定会尊重你嘛。可是你干嘛给我耍这个呢？我在耍什么？你不是才是过，你才是说接下来轮到我，我已经等偌久了呢？张瑞兄啊，天地良心，什么叫天地良心啊？我这个会议我尽可能公平，你还在鸡蛋里挑钢筋，不是挑骨头啊？什么叫我挑钢筋？你如果不才是是我的话，哈、啊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